我是中国建筑港聘员工，物料控制员。我平时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地盘的零星采购同埋材料到货验收嘅。眼前这位略显紧张的小伙儿叫乌新维，是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。就在不久前，他刚刚加入竹篙湾社区隔离治疗设施项目，担任材料员，负责材料采购、验收以及复检等工作。在持续严峻的香港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下，社区隔离治疗设施正急需，多处项目都在抓紧建设。但意想不到的是，父母以及弟弟接二连三确诊新冠肺炎，这令乌新伟感到慌张与无奈。当我知道我家人呢全部都确诊了之后呢，我都是很无奈。即其实我作为我爸我爸的妈的仔，我觉得这些时候我本身是应该在他们身边照顾他们，因为工作原因呢和特殊性质呢，我就没办法在他们身边，这个是我对他们的一种愧疚。幸运的是，乌新伟很快就得知自己母亲以及弟弟检测呈阴性的消息，而父亲的病情也逐渐减轻。乌新伟坦言，除了感到松了一口气以外，也让他深感重任在肩。疫情下，香港物流受到一定影响，为保障项目的进度，乌新伟常常加班到深夜，夜以继日奔走在工地现场。个混凝土咧供应咧非常紧张，所以平时咧一日可以一正常一间时间可以做完啲嘢，要拖到24小时嚟做，咁咧我哋就冇办法，我哋都系即系个咧喺度坚守。我最终咧系喺个地盘咧喺度连续工作咗5日，即系每日咧可能就食饭嗰阵时趴喺张台度咧休息一阵，咁咧系持续咗5日。即系唔想约个人咧，完全系唔想约，净系想。记者在跟随乌新伟走访的过程中发现，竹篙湾社区隔离治疗设施的建设工作正开展得如火如荼，员工们都很有干劲。乌新伟表示，他与他的家人都希望设施尽早完成，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尽快住进来。佢哋都打电话俾我，叫我千祈唔好翻嚟，千祈唔好翻嚟。叫我早啲完成咗再翻屋企，即係希望咧，佢哋都希望咧早啲可以完成呢啲設施啦，俾更加多嘅需要人入住。